这看不懂，看不懂。我捡到他那个东西有什么反应吗？好像没有什么那个加成吧。我这冰捕的可以啊，我这冰捕的怎么了吗？闪现干嘛？他是不是闪现了？干什么？我要回家啊！出什么呀？我出什么呢？快点，我出什么？说什么？为什么我弹幕延迟这么久？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哎呀，算了，不指望你们了，我自己出。你们在说什么？没有啊。没有，不是为啥我的弹幕延迟啊？我把你手握得挺冷，在何方望着月亮上。怕我了哈，怕我了哈，知道怕了吧，小兄弟。我追不到他，好气哦。好气啊，气死我了。
谢超人不会回的棒棒哒。我不是来搞笑的呀，我以为可以杀他。哎，还吃个盾，妈的！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啊。To millions now, but you give me an answer. You can tell me this, you can tell me that, but I don't say, don't remember. Cause I know you better than you know yourself. Don't say I'm crazy.我刚刚是不舍得闪现的，谢胖多多，谢小果汁，谢大元帅。我觉得我出个布甲鞋，你觉得呢？是不是？对啊，上来就干，哼！不服就是干。 Step, step, the written words only make you look the worst. Hurry up, hurry up. You really care about me, tell the truth, give it up. You sound guilty, gotta start i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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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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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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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有点像欺负人呢，我觉得你们也是六六六。谢繁花落尽君，你座椅的棒棒哒。
中预留一点退路，难受了你不感觉到。终于出黑切了，下一个出什么呀？下一个装备，日炎斗篷还是王者的板甲？游戏不能说适不适合，而是你想不想玩呀。那你说我适合干嘛？其实我适合天天躺在床上玩，看着电视剧，吃着零食，过着那种死宅的生活，我觉得那种最舒服了，美滋滋。你觉得呢？哇，这个人都不给我，这个就不开心了哟。日炎吗？好像说日炎的比较多哎。日炎斗篷的比较多。为什么不给我的羊头？谢谢 Pinky， 谢谢桑二五八的棒棒哒。那我就说日炎，无尽太那个了吧？我觉得我要肉一点吧，输出。我们这边输出用不着吧？太难了，在他们塔下就算了吧。完了，狙击了三，狙击了。为什么快点结束？日炎走起。我不要这个，你们这是干嘛呢？这个吧，就有点尴尬了。可以，我拿到了红爸爸。哎，这个歌听得我耳朵痛。
谢二五八的棒棒的。今天是游戏 day， 游戏日。我在，不要怕。难道要我来开团吗？他们好怂啊，也不跟我们开。可以。这波还是可以的，快走快走，快点走快点走。泰坦太肉了，不想打他。日炎还差一点钱，还差150。借路上溜达着。打点野吧。兄弟，哇！回家了。谢谢谢谢飞哥的飞机，好久不见哟。最近很忙。谢谢飞哥。轰炸机轰炸机，谢谢。Oh my god！ 本来我瞌睡的来了。一下子手心冒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飞哥的118个飞机，谢谢，大气大气，好嗨森！我今天玩了一天的游戏了。谢谢飞哥，顿时有神了。对啊对啊，顿时一下
斗志昂扬了。没，我要团战，我要开启团战了。谢谢飞哥的轰炸机。妈呀，杀人了！哦耶！这首歌好悲伤，飞哥也不说话的吗？谢情欲幽狼，我出个王者的板甲吗？让自己多一点血量。嗯，谢谢大家的棒棒哒。对啊，现在你们可以领宝箱领到手抽筋了，因为反正看我玩游戏的人没有那么多，我觉得大家领到的几率很大。多领一点啊，领到了记得送给我，哈哈哈哈。领了不送我，你们要干嘛？你这群人，我玩游戏都看我的话，那肯定是真爱，还不送给我？可惜一个人只有十个，是什么意思？快推吧。杠姐要发新歌了，我们等下去看看，不然我就只能挂机了。走走走，推推推推过去。我一个人推不了呀，他们都不来团，大家快团吧。我在艾欧尼亚，我们等下去看看。来不及了，来得及的呀。这。居然团输了，很尴尬。啊，对哦，鞋子怎么还没出？出个什么鞋？布甲吗？出布甲吗？还是什么？还是清灵之靴？清灵之靴吧，跑得快一点。我知道打谁了，打 ADC。ADC 吧 ADC ADC 我等会要去抢那个杠姐沙发的。哎呀，我要抢沙发。知道要发歌了，不要一直说了。谢谢谢谢飞哥，我还是要把游戏玩完呀。
谢谢肥哥的飞机。还有八分钟，希望我眼睛越来越好是什么意思？你说我眼睛视力吗？我视力应该没办法好了，600度怎么好？只能做手术。谢谢爱着海洋的鸡尾虾，谢谢东奔西跑威廉，谢谢绿色校服的棒棒糖。我觉得这一波可以，马上就要发了，还有5分钟，我们先在这儿蹲着吧。刚刚还有谢谢这个孤独时代的抽客，还有谢谢阿诺这个听着这个脚可以吃，还有谢谢提莫送的飞机，谢谢提莫。然后今天就叫暗杠小八，很高兴对吧？今天也是很高兴，帮题目啊，帮发姐啊，去做了一些歌，对吧？然后担当制作人，希望就是你们，对吧？未来也会越来越好，能有自己的，好的，杠姐，越来越多的一些歌曲啊，等等这些歌。还有多久啊？应该还有差不多了吧？我再唱一首歌吧。糟了，我游戏卡了。你们想听什么歌？糟了，我游戏卡住了，还有4分钟。你想听什么歌？小乔，我今天已经唱过了，今天很吃亏。等会儿小乔就要发出来了。嗯。暗杠。唱走个人好了，虽然嗓子已经哑了。我们今年的巡演，如果没有意外，以后的巡演都会叫做走歌人。这4个章取了一个这么好听的名字。刚拿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感觉唱的是别人啊，然后写出来之后，我觉得唱的是我自己。现在看镜子里有二胖啊，所以我们今年的巡演依然会叫做走歌人2017啊巡演。先把这个送给大家，杠姐发歌比较重要。第一次直播这个，我跟你们讲啊，直播3个小时真的很累，谢谢气行。没有啊，这是作为朋友然后的支持呀，气行像素是不是啊的飞机？好，来走个人。其实走个人，我后来就是卖专辑，大家可以到这个房间，等会儿要去网易云给杠姐评论哟。一个版本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听到一个新的版本。坑队友了，哎，好，输了，终于输了。
等太久，没办法，为了支持杠姐的歌。这一程心路迢迢，本来赢定了。把乡音被挂在琴上。啊，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没事了，反正水有赛了。因为等出来的时候，对吧？可能他一会就会出来了，没等我唱完。大家可以这个去留言，然后把你第一次听到小乔啊，的感受啊，或者是你想说的话都在里面，对吧？我今天晚上估计得5点钟才睡，啊，理论上来说会给你们点赞嘛，啊，一直点这样，对吧？点到这个手机没电为止，好吧？好，走个人送给大家。这一程心路迢迢，他把乡音被挂在琴上，一言与天地苍苍，扶着一首歌，路过一个村庄，斑驳愁丝自飘荡，唇间藏着心事两行，迎风轻似迎墙上，拨起弦便独自欣赏。这不是小乔，小乔12点钟才发。第一句唱前半生，走马西风长路，第二句唱莫回首，实在飘荡一无情故，第三句唱着江湖路，晃晃悠悠的一朝一暮，第四句唱完就到渡口处，恨着风啊雪啊始终不够，他独自行走，他潜水行舟，他慢慢的走。没有没有，那个带节奏的都是路，慢慢都是水军路人，不用管他们。起个名字。风掠过川林，轻将他带走了最后去悠扬。哎，12点了。找一下，你说我要评论啥呢？匆匆忙忙，沿杆上篆刻名字，念四个章。心中摇曳着湖光，摇曳了遗憾的过往，弦音随风四方荡。走个人，哎，我直播间已经很久没有喷子了，很难得，没想到第一次居然是因为游戏。哎，大家都是晚上太无聊了，聊聊天也是可以的。第二句唱莫回首，实在飘荡一无情故，第三句唱着江湖路，晃晃悠悠的一朝一暮，唱完很难得，真的。口处恨着风啊雪呀始终不够，等他的那个歌发出来了，我们再送个火箭嘛，就让更多的人来听啊。出来了吗？还没有啊。第六句唱江南秋，双眼两楼难遮离愁，第七句唱到世事休，欲走还留却难收回首，第八句唱完含泪望远处，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他独自行走。八姐是不是也在看呢？慢慢的走，12点钟了，哦，谢谢西方。慢慢的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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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走。不要说查房，慢慢的走，说就是支持杠姐的新歌小乔。看一下王云云出来没有。路迢迢，他把乡音被挂在心上，还没有，我还搜不到呢。
一言与天地苍苍。可是我还没找到，这是为什么呢？路过一个村庄，他独自行走。有了是吗？是在网易云音乐吗？好多小号啊。哎，不管了，刚刚我跟室友说过了，我说我们快点推，我说12点我要来看这个杠姐的新歌首发的，没有办法。走个人，有了吗？已经出来了吗？你们不要忽悠我，对吧？啊，你们不要忽悠我啊！我是不会有，我一会儿那个自己搜出来之后，我才相信。谢谢吃茄子的，谢谢小哥哥的棒棒哒、啊，还有谢谢刚刚小阿杜，还有等等等等啊，刷的哦，小乔我果然搜到了，对吧？写的是歌手蒋大为。啊、我们来听一下这首非常好听的小乔、啊、What? 那为什么我搜不到啊？啊，谢谢吃茄子的了，对吧？你们有谁搜到了吗？我搜不到啊。我看一下啊，已经有了，但是我为什么搜不到呢？没有啊，骗人，你们这些骗子。没有啊，我在主页点也没有看到，对吧？所以我还是很睿智的啊。哎，出来了呀、啊、你看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对吧？啊，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啊。啊，谢谢马叉虫送的火箭啊，谢谢这个爱与死亡拥抱送的飞机，对吧？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新歌速递啊，我看一下。没有啊，歌我也搜不到啊，现在啊，正常来说他是没有这么准时的，对吧、嗯、我真的搜不到、嗯、我给你们看啊，快点赞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评论了，你们感觉瞬间全部人活了，对吧？看到没有，小乔，我不是沙发，好气哦！你看，个人主页，你看我刷新啊，刷新。哦哦，没有啊，我的评论呢？说还是我的评论被淹没了？我看一下我的评论在哪一页。谢谢蛙美小哥的飞机啊！你们能找到我的评论吗？蛙美小哥的飞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还有谢谢发姐，谢谢提莫，对吧？这么捧场，这么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你看我搜小乔。对吧？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蒋大为的小乔，对吧？有了是有了的，但是歌手我的评论一下就不见了。我这就是歌手页啊，简直系。还没有出来啊，抢不到了，我着急啊。那我重新登录一下啊，稍等一下，可能是这个。哎，这是我的第一发超级火箭。重新登录，这个声音没有？现在是可以了吧？现在应该是可以、啊。我们这一次这个是独家首发哦，在网易云、啊、在网易云独家首发。舒服了，哦，谢谢提莫的这个火箭啊，谢谢提莫的火箭。嗯、啊，这几个自己点赞，我点不到啊，我一刷新就没了。还是没有啊？你看我重新登了，还是没有啊？哎，是不是长得帅的人会比较晚看？哎，出来了，出来了。好，我们最终的封面定的，大家还喜欢吗？啊，这个封面是，哎，我们一边听一边说好吧。这个封面是来自水友龙渊写的字啊，小乔这两个字是他写的，然后绘画是我们的鸟。评论太快了，一下被淹没了，找都找不到我的啊。再次感谢你们，再次感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对啊，在哪儿？应该也会有一个哎非常漂亮的一个首页图，对吧？这也是网易云的美工做的，然后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还是那句话啊，这个音乐啊，它不用说太商业化啊，不用说太流行，好听就可以了。啊，但是还是需要推广的，对吧？在斗鱼直播了这么久，然后发了这么些歌，然后让更多人听到。哎，我都顶起来了，我都再顶起来了。努力让更多人听到，大家帮我顶顶、哦。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欣慰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大家觉得怎么样？ Yeah, 这个我找一份的，哎，你们可以 啊。大家觉得这个真帮我顶起来了。我已经在热评了，哦耶！我没有抢到沙发，但是我已经抢到了热评，可以很开心。
听一下，听一下，很舒服，很舒服，这首歌很舒服的一首歌，对啊，瞬间让你回到幕后的这些工作人员，心灵的感觉，做了非常非常多，因为我是比较难搞的那种，我觉得，对吧？可能是麻烦了他们的无数个日夜。我在热评哎，然后出来了这首歌，谢谢大家给我点赞的，啊、谢谢把我捞起来了，好开心，听一下。小溪它唱好，我们一边来听啊，一边来看评论，哎、对吧？评论、我首先我看一下第一条评论是谁发的。西欧，我看到题目了，对吧？先给你点个赞。这个是第一吗？我搜一下啊，我看一下第一条是谁发的。好，一下子就这么多评论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把我捞了起来。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分享啊，然后也可以评论一下。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杠姐，因为我那首《识时务者为俊杰》呢，也是杠姐帮我创作的，为我量身打造的。杠姐 是杠姐呢，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原创歌手。这个怎么读啊？什么什么什么 DN 啊？就自己创作了特别多的好的歌曲。然后大家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可以点击喜欢原创者的，哎，他就已经收藏到音乐上了创作啊，也可以收藏，这是很不容易的。比如说收藏到你喜欢的歌单，支持原创，然后可以分享，是不是？啊，分享的时候你可以说，我靠，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啊，然后如果你有微博绑定微博的话，飞哥怎么了？同步到微博，然后这样分享一下什么之类的。对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Hello， 飞哥我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不要举报，不要举报，好吧，不要举报。飞哥，偶债，偶债。还有就是谢谢这个大家刷的礼物啊，谢谢提莫，哇，这是谁？谢谢大家。这是哪个运气王领到了我的8000元？妈蛋！刚好遇见你啊，飞哥，等一下哦，等我们把这首歌听完。好不好？他站在小溪上，小溪他站在小村旁。大家觉得这个版本怎么样？小村她是个美脸蛋的姑娘，哦姑娘，她的小手腕撑在小桥上，然后她说，为什么在网易云就可以听到了？现在搜小桥已经有了，对吧？现在搜小桥已经有了。小桥流水无人家，小小是半路，春园桃出一枝桃花，谁在树下睡着喽，清风偷走了他的酒。我剪一下播，今天应该播到两点左右吧，应该播到2点左右，毕竟到月底了嘛，多播一播呀，是不是？所以哎，放心啊，我等下还在的。啊，嗓子唱哑了，今天唱了3个多小时，嗓子已经完全哑了。谢谢乐乐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提莫超人。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评论和转发，对吧？分享一下。这个做音乐啊很开心，对吧？但是也没有说多容易。包括就是今年也帮提莫啊，然后帮发姐去做了一些制作。就包括他们唱啊这些，其实每一首歌呈现给大家出来的都没有那么容易，对吧？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小乔是刚刚提到的，叫沉默这个名字取得好，叫怨歌如画三部曲，船桥城，三部曲的第一首，然后写了很久啊，现在终于有了正式版，然后其实还挺激动的。啊，在这个闷热的夏天，希望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清凉。飞锅已经走了吗？新项还没有发，但是新项我们已经重新去编曲和录音了，到时候可能会发一个重新 remix 的一个版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哎，我今天有没有翻车？翻车的话抽点奖吧，对吧？就在这个王云的评论里面抽点奖吧。我也没什么东西啊，这个 T 恤一直很多人想要，对吧？啊，已经走了，我们也没有去卖。这个就很尴尬，那个今天拿出来抽一下吧，对吧？什么码都有啊，啊，之前印了很多给木工会的，太忙了。我们这还有十来件吧，什么码都有，好吧？抽了之后跟我说那个什么，嗯，然后我看啊。飞哥怎么可能是来搞事情的？还有这个东西对吧？这是去年奔奔也要走了吗？做了一张，没有，我是在想，我现在是要干什么？去年做了一张专辑，然后已经没有了，对吧？已经没得卖了，啊，然后是绝版。我们就看到这里吧。我是在想，我现在是要玩游戏呢，还是唱歌呢？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我节目了多久啊？我看一下，6:30、7:30、8:30、9:30、10:30、11:30、12:30。哎，现在播了7个小时了。玩游戏的话，玩无限火力吧。这样吧，玩一把无限火力，然后唱一会儿歌，怎么样？因为无限火力的话还快一点，是不是？哎，等一下，没有了，怎么没有无限火力了？妈蛋，没有无限火力了呢？为什么呀？是过了12点就没了吗？为何？对，你们不要，不用叫我下播了，我有自己的原则，你们怎么也叫不动的。无限火力到12点，哦，下午6点开是吗？哦，哎，等一下，哎，所以我玩的正是时候喽，我就是下午6点左右开始玩的。别管什么月底，扣点工资就扣点工资是吧？你的意思是？不行啊，有强迫症啊，不行。现在睡太早了，虽然眼睛有点酸呢，没有关系，可以再玩一把。玩个人机，谢谢妮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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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喜欢我的原则。对，我的原则就是看自己的心情，跟着自己的心走。我不睡，你们也睡不成吗？那么夸张、啊。再玩一把好不好？这样吧，自定义，但自定义的话怎么说呢？水友赛的话，自定义，但自定义的话怎么说呢？水友赛的话，十六岁的话，那可能要玩到1点了。谢虚影 QQ 的飞机。唱歌还有点没有啊，我如果玩到1点，那我就再唱1个小时不就行了吗？如果你们陪得到我那个时候的话。卡的刷新一下就好了，所以现在行，再玩一把，就直接开始了哦，来吧，大家进来吧。哎，等一下。密码是12191219。1219，谢二胖，谢谢 GED。
呀，你们都升级了呀。哎，进来了，那我开了。谁陪你玩到凌晨六点钟？你们都是在通宵的吗？都是在网吧通宵的那种吗？啊，放假了是不是？都不回家，天天在家玩游戏。我天天在外面玩游戏，这样不好哎。哎，我之前放暑假、寒假什么的，我也是，虽然会在外面玩，但是我都会回家的呀。然后在家里玩通宵都没关系。谢谢前生缘今生恋，谢谢小贱的棒棒哒。来玩 Timo， 正在待命。放个蓝色。快乐最后会粉碎，人最孤单的时候就不会掉泪。我居然玩了一晚上游戏，不是一下午加一晚上。说爱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需要你要记就是你的家。这个夸张了，夸张了。谢谢欢欢稳健棍的棒棒的。大家不要学我啊，那个不要学我修仙啊。我知道你想过我要的一起看天空好吗？最后一分钟。谢大元帅，谢九伴。安和桥，安和桥不会耶。玩完这把游戏，如果你们还在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唱会儿歌。如果呢，大家都累了，那我们就明天再播吧。谢谢一二一九慢吧。的飞机，谢世雪，谢既然你诚心诚意。谁在怼呀、啊？对，大家不要在直播间怼来怼去哦。虽然我也没看到啥，好好聊天好不好？好不容易就我们直播间变正常了，怎么又那样了呢？不要不要来带节奏了，好好聊天，好好说话。世界如此美好，你们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莫生气，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谢谢横刀立马。没有累啊，不累啊，不就玩了八九个小时游戏吗？这个算什么？这个算什么？一分钟，一分钟，没有关系，人生就是一场戏，只有有缘才会相聚，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证明我们有缘分，不是吗？好好的珍惜这份缘分吧，哪怕只是一面之缘，也希望能够留在你的脑海里是美好的。这都能扎心，我才不信！我说的这么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Chimero 六。为了看我，你都喝了好几杯咖啡了，哇，扎心了，扎心了，怎么没声音了？英雄联盟怎么没有声音？哎，哎，怎么没声音了？这为什么呢？我刚把什么调到了吗？这个就尴尬了，嗯。哎，英雄联盟的声音没了，哦，这里。
前的一句话是我们可以了可以了。谢谢阿冷的小迷弟。哟，你又来了。我现在把那个英雄联盟声音开了。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玩的就是提姆啊。我去前面看看路。嘟嘟嘟，我的记忆力真的差，怎么了呢？哦，我刚刚好像是把那个声音关掉了的哈。网瘾不重吧，冯提莫冯字拼音好难，冯的拼音还难啊。哇，怎么 EZ 走，为什么 EZ 走上路啊？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不要心疼我，这有什么好心疼的呀？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你在心疼什么？给我一个理由。是心疼我死的次数太多吗？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最后一把游戏我要认真玩。我要硬金丸。心都迷惑，怎么说都没有救。亲爱的，为什么死了也不能大喊大叫的，免得嗓子等会儿唱不出来歌了都。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修仙 TV 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补兵怎么这么爆炸？谢谢大家的棒棒哒！放个眼。
put the night night got me a hot. Come on, so let me talk to you, girl. For your own, for your information, baby, I'm that winner. You need to go and ask somebody. For your own, for your information, baby, I'm that winner. You need to go and ask somebody.大耳朵图图谁呀、啊、你说这皮肤没为什么这么安静，因为我刚玩游戏的前四个小时已经把话就说的差不多了，叫也叫累了，说也说说累了，让我休息一会儿，安静的玩游戏。眼睛还有点酸。谢蛋蛋肉饼。这么想杀我吗？可以可以兄弟可以，哎，但是我要死了，完了，狙！妈哟，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赶快回去。他又跑了，不让我打。他知道他如果过来他会死，没想到。Easy 跟我换了还是可以的，是吧？这就是 W 无情。Round round in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one more shot. It's going down. I'm yelling timber, you better move, you better dance.Let's make a night. You won't remember. I'll be the one. You won't forget. It's going down. You better move. You better dance. Let's make the night. You won't remember. I'll be the one. You won't forge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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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谢崇文飞机。兄弟兄弟啊，先把法阵结束了吧。我觉得这把我们还是能赢的，我发育的还不错。算了，回去吧，打不过吧。谢无情的棒棒哒。生命中喜悦多么难得，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好假的亚索，是吧？你说什么假？你说演的假吗？哎，怎么非要把我杀死，使劲杀我，你们才觉得哎好真的、哦、这样啊？你们怎么这么坏呢？嗯，就那么想看我屎吗？可以杀我的吗？真的吗？我以为是我自己逃过去的呀，原来杀可以杀我放的呀，放水的吗？你们这都看得出来呀？欢笑吧，释放吧。可以可以可以，兄弟可以可以。每次来干咳他就说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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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ing up, so you better get his body started. 哎哎，好久没唱过这首歌，等下播了要找一下这首歌。You better get his body started. Everybody started on a Saturday night. Everybody wanted for in a ride. 谢冯宝宝，谢谢鱼的棒棒哒，谢谢。就这么晚了还看我玩游戏，还给我送礼物，扎心扎心老铁。我肯定不出现了，我现在演技好酸呢。我本来想欢你哥的，我是不是想太多了？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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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去哪一路呢？你看下路也爆炸了，中路、下路支援吗？要怎么样 ？Dancing for me。是去上了，这是啥？这是什么呀？哇哇哇！那是啥呀？看起来好壮观，真的看起来特别壮观，你知道吗？大树的大怎么变了？是什么时候改的？你看我这个是很久没有玩撸啊撸的样子了，是吧？有好多英雄的他改的那个技能我都忘了。这把真的玩得好，真的吗？Happy birthday, man.
我至少换了一个吧，是吧？换了一个还不错啦，气不气？我在那里阴着 easy， 还可以哈。谢翘翘啊，北京。谢睡觉叫阿姆，是在说我吗？阿姆是什么鬼啊？不是 Tim 吗？你这个字都打错了。谢谢骑士，是谁？是谁？谁的小号吗？谢谢翘翘的飞机，哇，好多人升级了呢。题目变阿姆，阿姆，你好啊，阿姆，我是阿姆，你是阿咩啊？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想残忍。如有空，难道有空可自问？注定是路人陌生。谢岁月的飞机，谢谢大气油。长臂背叛也真被失恋感创，长臂论若无其实般更困难，是我转变反应吗？Yes。 他们太那个太，为什么在打我呢？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想听我模仿小新啊？等我玩完这游戏给你模仿好不好？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恨恨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自问？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对不起，自动穿梭错我的你，怕会伤感。盲目的我，现在也可转台来和你心生。做只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相隔百千路，为明日会被你争，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恨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只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哎，这首歌我好喜欢，但是唱的粤语真的是爆炸！哎，粤语爆炸不标准。这个来怎么办嘛？都平时都不敢唱这首歌。
不过深夜的话还是可以悄悄的练一练。深蓝色最好看，你是说什么？什么好看？皮肤吗？提莫的皮肤吗？同是粤语，我在电音呀。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没什么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哇，上了。上到哪里啊？我不可能去先手吧。对啊，哎，我已经很久没有唱过这首歌了耶，说散就散，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了吧。死了，我给他点燃了。就当作我太麻烦。我哇哦，哇，我暴走，天，怎么回事？我怎么暴走了？好可爱。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心痛。 Oh my god， 没办法，好帅嘞，大家都不留下一只。谢 entering， 谢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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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哒，谢谢大家的深夜礼物。说不上爱别说谎，这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 我现在少说话是扬一扬嗓子，等一下可以给你们唱唱歌。就是这样，对，大家也可以去网易云搜索我的名字冯提莫，然后可以里面有我唱的歌曲。第一首歌是食物者为俊杰，是我的第一个原唱单曲哦，大家可以多多试听和支持啊。我要死了，妈蛋，杀了他，暴走萝莉，杀了他吧萝莉。我有杀漏了，杀漏了，不怕了。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那我觉得我需要补充点体力，我是不是要去吃点东西呢？我如果我光这样玩游戏，我刚刚虽然吃了一些东西，会不会不够啊？啊，玩游戏消耗体力吗？就这样坐着玩游戏的话，如果不消耗的话，那我就不吃东西了。消耗的话，我可以吃一点。但吃了我又唱不出来，因为吃了就噎住了。消耗的吗？消耗多少啊？谢暗冷的小迷弟，叫外卖不要了。我妹他们都睡了。哦，应该没睡，在玩手机之类的。我也不想让他们帮我叫外卖，宁愿不吃也不叫。这么晚了，原谅套餐啊，原谅套餐我还没买呢，原谅套餐。我会给你们买的，什么很多很多。
谢唯一的超超。我能出得起啥呀？帽子能出得起吗？不会太晚的。谢蓝胖子的棒棒糖。这就玩完了，我就唱歌啊，唱到两点左右。好久没有玩过游戏了，跟不我的技术都跟不上了，你发现吗？哎呀，你看吧，又死了。就是了。黑夜来临，白天褪去，我们却在不停的追寻，总有一天变成只因一直飞，我永远不后悔，我从此无伤悲，就一直飞。 We wanna chase into the ea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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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gle。我的杀戮没按了呢，我忘了。谢甜心哟。我深夜如果我吃东西，会不会你们很仇恨？就是会拉仇恨的。你们说我靠，因为你们也很饿，如果我在那里吃东西，你们肯定会很不爽。会的，你们也饿呀，你们看得到吃不到那种感觉很不爽的。如果吃那种什么鸡腿啊那些东西，天哪，那你们可能是要杀了我哟，可能想打人呢，是不是？全家的，哎呀，饿了呀！啊，家里没有东西，全是零食，不想吃零食。不会又吃榴莲干吧？我这口腔溃疡怎么办呢？谢崇文，谢替魔超人不会飞，谢崇文的飞机。不行，我这嘴巴这口腔溃疡越长越大了。饿了。为什么不吃甜的呢？哦，这么快就玩完了。没有东西，有咸的呀，家里还有那个麻辣烫，那种速食的麻辣烫，一盒一盒的。那种秀喜麻辣烫，那个吃了的话太辣了，那个好辣，吃了可能我嗓子就是爆炸。我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太辣的，我之前试过一次，就上次我很久之前吧，我就吃了什么辣的忘了，就特别特别辣，吃了很多，然后第二天嗓子就痛。对啊，麻辣烫。谢 Derek。有水果啊，谢谢 Simon。 吃辣说不定以毒攻毒啊，话都不会说，吃辣说不定也是以毒攻毒呢，把那个口腔溃疡给辣一下，消一下炎，有没有用？
去找一下有没有吃，要不就是麻辣烫，要不就吃麻辣烫。粉丝宝没有粉丝宝呀，虽然我很想吃。谢谢99233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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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补维生素的没有呢，我没有什么补维生素的。我好像之前买了那个善存，那个是叫补维生素的吗？每次就是我妹妹他们会叫外卖，因为我每次我下完播，他们昨天还叫的烤羊腿，我出去我就是想觅点食嘛，在客厅找吃的，哎，就发现桌子上哎怎么有外卖啊，然后就每次吃他们剩的，昨天也是吃了一些冷的烤羊腿，那个油都已经凝固了，就成白色的那种，你知道吗？我也没有热，我就嚼一嚼吐出来了，因为就是饿了，但是又不想长胖，所以我嚼一嚼就把它吐出来了。但是还是吞下去了一部分。别这样饿了呀，我也饿了啊。吐出来的臭脚。你们睡觉了，你们要睡得早点睡了。不是那种油，那种脂肪凝固的那种啊。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吃的，等我哟。
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哒哒哒滴哒滴哒，谁在骂我？
呵呵呵，不辣呀，这是香菇牛肉面。我买的是香菇牛肉面哟，蘑菇牛肉面。而且哇，水好多，这个来怎么办呢？我感觉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我就不吃。谢谢晚上来我办公室坐坐，晚上来我直播间坐坐。哎，水放多了这个。下饭，饿了吗？还没放好，还没有放好呢。你要吃啊，你们也去泡一个呗，你们也去泡一个呀。哇，吃不放，做料的放，每天呢好舒服。等一会儿它就软了。泡面原来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快点好吧，快点好吧，我饿死了，快点。你们不饿吧？要不要吃点？喜欢喝这个汤，哎，我的口腔溃疡。好烫，烫死！网管，你们快点叫网管来，过来一桶泡面呀、啊！网管，来桶泡面，一起吃，一起吃，要长胖一起吃饱，一起长胖。
冲动让世界停在这分钟，失去你有什么内容？为你心动，好烫啊！我的心冲到我的口早已失重。哎呦！为你心动。出门左拐，在爱和体谅之间靠近一点，不管明天有多闪电。哇，烫死我了，晕开的你，烫死了，烫死了。哎，你们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喝汤啊？其实我比较喜欢喝汤，就是每次吃面，我喝的汤比面吃的多。我嘴巴有点肿了，你看。汤不好吗？这还是有点辣的，虽然叫香菇牛肉面，但是辣辣的。吃不下了，哎呀，撑死我了！啊，哎呦，我的胸，啊不，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Yo, beautiful girl, you tell myself, tell myself, tell myself, I like you, but you do know, you do know, you do know. 啊，淹死了，淹死了，淹死了！不小心地偷看了你的眼睛，迷失了自己。我好久没有吃过泡面了，不知为什么欢喜，我的胃已经接受不了泡面了，感觉是那么甜蜜，好难消化啊。在你家门外想对你说出我内心中对你的期待，忽然感觉浑身放回一根烟，热血澎湃，今天我想要鼓起勇气。
下去，我感觉再喝一口要吐了。剩下的抽奖。嘴巴被辣肿了。哇，我这才发现这首歌居然是娃娃唱的。哎，娃娃你知道吧，中国有嘻哈那个娃娃呀。我之前都说，哎，我之前不知道的，我说哎，这封面不是那个娃娃吗？然后我一看名字，哎，娃娃，你们知道爸爸吗？知道的吧？嗓子是肿的吗？对，我还在播啊，是不是很厉害？好撑。心跳加快快快乐 baby， 我脸颊红起来了，唱死唱啊唱，让我休息会嘛。好辣，服装，妈哟，小蛮腰好不好？小蛮腰走起来。哼，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A 字裙，蓬蓬裙，公举蓬蓬裙，好吗？你们这些人，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辛拉面也挺好吃，辛拉面还可以。哎呀。哇，刘总，好久不见，又见到你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又见面了呢？奔奔又跟你相见了。专属歌曲，哇，刘总一来就专属歌曲哦。我不知道能不能唱出来，试试。我刚吃了泡面。吃完泡面的第一首歌，银盘里的女神下了又山，去年夏天后就没聊过天，一盏一盏街灯烘焙了夜，只有手中印在寂寞的渲染，人太多大部分是漫无目的的走，听着歌想念一个人心疼也不说，悄悄看外面的情侣暧昧牵着手，你也牵过手，是左手牵右手，叮当的可可响起，会是谁的奶油，会是他们的奶油，什么是的奶油，假装正经指着距离，好怕被伤害，就伪装出高冷的表情，以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直到有天看见他跟别人在一起，一阵一阵街灯烘焙了夜，只有手
有种人在寂寞渲染，硬盘里的女神下了又删，去年夏天喝酒再没聊过天，人太多大部分是漫无目的的走，听着歌想念一个人心痛也不说，扯着看外面的情侣暧昧牵着手，我也牵过手，是左手牵右手，叮当当 QQ 响起，会是谁能答应，会是他们答应，什么事能答应，假装正经帮他把问题都摆平，答应不多聊了，答应去吃饭了，答应明明心里很喜欢却保持着距离，哦，怕被伤害就伪装出高冷的表情，以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直到有天看见他跟别人在一起，优雅的转身，熟悉的音乐，是动静热的那一段，你已经淡出在我时间轴，只留下那年回忆单曲循环，叮当当 QQ 响起，会是谁的那有，会是他们那有，什么事的那有，假装正经帮他把问题都摆平，那有不多聊了，那有去吃饭了，那有明明心里很喜欢却保持着距离，哦，怕被伤害就伪装出高冷的表情，以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直到有天看见他跟别人在一起，听到那 QQ 响起，会是谁的那有，会是他们那有，什么事的那有，假装正经帮他把问题都摆平，那有不多聊了，那有去吃饭了，那有明明心里很喜欢却保持着距离，怕被伤害就伪装出高冷的表情，以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直到有天看见他跟别人在一起，叮当当 QQ 响起，会是谁的那有，牛是喝醉了吗？我今天也喝假酒了，你看喝了一瓶哦，无醉不归。我还吃泡面了，吃了还剩这么多，吃不完了，不过我把汤给喝了大概一大半吧，我吃泡面喜欢喝汤，牛还能喝醉，牛还是能醉的。谢谢牛总的火箭，谢谢超级火箭，谢谢永恒之蓝的火箭，谢谢破皮，哎呀，新拉面怎么了，新拉面怎么了，丢，为什么要丢，饿了，我家里没有其他的东西吃，只有拉面，啊，不是，只有那个泡面了。口腔溃疡，对啊，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哎呀，反正这是那里。对呀，奔奔，好像一般都是我下直播还在下的，是吧？奔奔。宝宝